别笑，我知道你们心里在想什么。大家好，我是吴博，现在人在新加坡，身后就是印度街了。为什么穿成这个样子呢？我们公司的小伙伴呢，在淘宝上面搜索了显眼包，就弹出来了这么一个服装。他们说啊，王哥，你穿着这身衣服，给这些印度人来一些小小的震撼。这不是来了吗？不知道这些印度哥们儿对于我今天的这个穿着打扮有什么想法？而且呢，新加坡很热，朋友们穿那么多实在是有点难受。我把我的这个肚皮给露到外面透透气，这个就是我今天出街的打扮了。走吧，我们进去看一下。哇，我在印度街看到了一个很牛的东西，朋友们，我一定要给你们看一下啊。我在新加坡很想你，太抽象了。先不管在不在新加坡很想我了，好吧，我现在有点口渴，看一下能不能先找个饮料。终于在这个地方找到了一个室内的小吃街，先整一点印度的那种饮料喝恰恰吧。这里的小吃街还有中文的呢，姜黄鸡肉饭，但是呢是印度老板。玛莎拉茶要试一下吗？要的要的，玛莎拉茶整一个。No, no, no, I'm not famous. How many followers do you have? You guess. 20K. That's too less. Oh, 500K. No. Too much? Too less. What are you on, YouTube? No. Do you know Bilibili? What is that? It's a Chinese YouTube website. I've never heard of it. You should watch it. Get on it. Yeah. Where's the best place to eat here? I don't know. Never been here? Never. Oh my god. I've never been here.You should try the tea masala. Don't drink tea. You don't drink tea. Where are you from? America. America. Oh, okay. Well, I gotta go. Okay. What's your name? H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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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美国哥们直接问我出不出名，给我在这尬聊了一下，打断了我那个玛莎拉 tea 的这个计划啊。Hi. Yes. Can I have a tea masala? Masala. Yes. 我要出大招了，我还有东西，朋友们。一个很奇怪的杯子。Can you put the tea masala in this? Just one. One with this, one with this regular cup. Okay? One ice, both ice.、Yeah? Both with ice. Thank you. Thank you. Tea masala. 尝一下。我感觉还可以啊，这个 tea masala 很奇怪的奶茶味，它好像并不排斥我拿了这个东西杯子装，有一点点中药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点点中药的感觉，多喝两口有点像藿香正气水了，感觉我用我这个杯子装是一个很错误的决定，正常一杯是这么大的，我这个杯子呢，它的口还是往下缩的，只是想震撼一下那个老板，而且这个地方真的很热，我啥都没干，喝这个东西都已经喝得鼻子冒汗了。我喝完这个玛莎拉茶，肚子好像有点难受了。I like your. You like this? Is that you buy from? But I want to buy it. You want to buy it? Oh, it's. Let's buy. Do you know Taobao? Alibaba. I like. You like it? Yeah. Do you want it? No, it's alright. It's alright. If you want it, I can give it to you. Thank you. Joking. Okay, you're joking. 妈的，印度老弟过来给我开玩笑啊！我以为他真的很喜欢，你知道吧？我看到一家非常不错的，很地道的。I like Japanese menu. Can I have this one? Yeah. Can you want a chicken or mutton or fish? Chicken. Chicken. Yeah. 这个看着比较正宗啊，就是一大个的米饭啊，然后加咖喱。You want a cracker? What's this? It's a rice cracker. Okay. Oh, how to eat?Just bite and without curry. Without curry, okay. Thank you. 五毛钱买了一个这个脆脆的，不知道叫什么。哦，虾片。这个虾片，哎呦，还挺咸的，非常的咸。这个虾片，这个饭呢，加上这个虾片，30多人民币吧。但是饭量看着，分量看着非常大一份啊。一大个鸡腿，这个是咖喱，浇一点啊。先来尝一口。我不知道国内的咖喱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但是在这里吃这个咖喱呢，我不知道里面放了什么，就是一大股很重的香料味，这一口咖喱的这个香料味在我嘴巴里面冲昏了，而且我也不知道这个香料是啥。这一口鸡肉啃下去，我觉得我见到印度的上帝了，这个咖喱味太重了吧。
你要不尝一下？换人了啊，看一下是不是因人而异啊？好吃吗 ？Do you like it？ 没有，你单吃饭，你要加一点这个咖喱，这个咖喱是重口的咖喱。I really like this one。你觉得好吃的哈？哦。OK。刚才有点。是不是感觉像吃了一个印度人？感觉有个印度小孩在你嘴巴里面放屁。吃完这个感觉有点没胃口了，我没吃几口这个饭，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再尝试一下的。印度料理除了刚刚我们吃的那个饭之外的，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那个馕。咖喱配馕，如果说你们还记得我跟宇哥在英国吃饭的时候，我们吃了那家印度料理，我印象当中是非常好吃的。等一会儿在这里看一下，在这个地方的这个印度料理的馕会不会超过我在英国吃的那一次，好吧？看到一个馕店 ，How much is the mutton kebab？ $4. Okay, I take this. 尝一尝啊，够新鲜啊，这个得劲啊。印度老师傅给你手搓一个馕，30块钱，两个饼加一个这个豆豆咖喱，很小一碗，闻一闻啊，哎，这个就没有印度人的味道了。哦、，Thank you。哦呦，他这个烤得很快啊，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两个馕就烤好了。哦呦，烫得一逼。先来试试这个哦，这个就是有点像那个猪肉咖喱末，但是比较辣啊，不知道蘸这个饼是什么味道。好烫，这个饼，抿了一点点啊，吃着还可以哦。这个咖喱啊，干汁有点咸，但是呢，配米饭或者说配这个现烤的馕啊，味道刚刚合适，微微的辣，好好吃这家，比我在上海和英国吃到的都要辣，但是味道呢又有点不一样，更好吃。也不是说英国跟上海的难吃，都是很好吃的，但是呢，这个。给我的感觉更地道一点啊，朋友们啊，最后看看能不能挑一些小纪念品送给大家啊。现在找了一个印度小摊，嗨 ，handmade， 对，对 ，you speak Chinese？ 一点 ，made yourself or from Indian？ Yeah， are from 印度。哦，全部都是啊，就是语言系统有点混乱了，不好意思啊 ，all come from Indian。Yeah。OK。Elephant， 这个大理石，大理石，对，大理石，10块钱，木头的这个30块钱，30块钱，对，手工的，手工的 ，OK OK， 看一下手工的 ，What the elephant means？ Good luck and happiness， Good luck and money， and money， OK， 那我们挑一些大象啊，送给大家，好吧？30块钱可以吗？OK OK OK， 三个大象送给大家，寓意着幸运、快乐和金钱，好吧？你们回个礼，应该回。吃饱了吗？啊？吃饱了吗？吃饱了，吃过了，吃过了。How you learn Chinese？ Customer， I like Mandarin。Are you like Mandarin？ Yeah. Oh， nice。谢谢。我有一个这个鸡翅的小发夹，是我带在这个包包里面的。作为一个这个礼物送给这个会说中文的印度友人，好吧 ，Here the little gift， 哦，是 chicken wing toy。哦 ，thank you so much。Thank you, thank you。OK， 朋友们啊，这个呢三个小大象送给大家啊，不管这10块钱花的冤不冤，我觉得挺值的，满足了我一点点的情绪价值。这个呢，希望淘宝上面不要有这个东西卖啊，要有这个东西卖，哥们心态会崩的，好吧？你们也不要去艾特淘宝说上架一下，让中国不会心态崩一下，好吧？这个送给大家，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你能帮我对着镜头说一句话吗？一键三连，一键三连。